少年不断爱洪流，老来无憾万事休。药师穆少艾，武林三大神医之一，医术高超，擅长用药，个性风趣幽默，有智谋，常机变，优雅怡然的态度下是深不可测的志气布局，脸上奇特的精面痕迹似乎隐藏着神秘的过往，身旁跟着猫耳少年阿九，两人感情如师徒，一如父子般亲密。多年前穆少艾曾与素环真比试速度落败，从此隐居在琉璃仙境崖下的献秘迷谷之内。想起时阵我小小分心了两三秒，无注意慢了那一小步，后来的机灵血从此离我而去，我都目睭嘻嘻哈哈。一日头上一日蹲，什么人叫你额头看美人，地去中抢走？天上的机灵变成地下的土壤，无啥好玩。剑子仙姬因意外遭圣尊偷袭，重伤坠落山崖。就在倒吊金木，穷尽逼宫之际，一龙妖魔，却在机缘巧合之下为穆少艾所救，因此得以逃过死劫。兄弟，兄弟，有些怎样咯？这个人啊，病到这边死，要很坚持。你跟你亲自沟通缓解困境。我讲你啊，你浪费我的药，实在是糟蹋你自己的性命。昨天你吃了数千种药材，立马吞到药疗结束，开始是不行的治疗。看到墙上的毒吗？逍遥混将，我当我当你我都会当，想你的伤真好。就乖乖地拍，拼命拍，骨力拍。你疯癫你，你让你吃亏了，那你就看好。其后，穆少艾更以奇特的医理助剑子迅速养复伤体，而后素还真为一切医治剑子之情，亲访献秘迷谷，请兄弟您素还真拜一千杯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小来小来。请有说我是前辈，当年赢我的你不就是前辈前辈前前辈，忽悠你亲难一丝毫。两人言谈看似互相调侃，实则显露深厚友谊，而两人先前之赌约也因素还真再度踏入迷谷而启动。在忠烈王护军情的见证之下，穆少艾与素还真再开竞速之局。因为希望我家最为坚强，我力动好力。第二次比试，隐形技琉璃仙境，八卦飞中波，五眼红流，阴顶阳气，比起各种，我向来比素还真快料一波。素还真，你真是好对手。甘拜下风。素还真依约退隐，穆少艾则带着阿九住进琉璃仙境，同时亦肩负起素还真的责任。此时中原正值多事之秋，剑子仙姬因伤势复发。公子，公子，所以突然不还，哎呀，百事不妙了。剑子仙姬急于带剑子求医，却不慎将剑子送至古皇博一人之处。你就是大夫。代替记得的得效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忠烈王护军卿被身中蛊毒的公孙越所杀，中原群雄纷纷前往吊唁，同为忠烈王匾额上留名之人穆少艾亦参与追查。我有时无想爱敌人也兵凶如虎，那这件事我也参加了。而后在神针会比兽的协助之下，确定忠烈王之死亦与异流有关。出来了，真正是孤独老友，什么事情让你特别选出来找我？我一定
又叫我到武国看一名病人，诊断之后，我将这名病人的体内抓出一只非常怪异的虫。哦吼，听起来也真恐怖。虫到无人飞境了，那就安了。然而剑子却在此时被古皇送回，且身中冰痕剧毒，命在旦夕。有事，救命！紧救命！无人是孤血冰魂。穆少艾见状心知不妙，急急寻找合适之人为剑子进行唤醒。不仅顺了。四位人选到齐，穆少艾遂开始着手为剑子唤醒起。一流余党标不同，却趁此时率大军杀上琉璃仙境，欲取穆少艾等人性命。不尊重！因你无相爱在高位，也想你够阴日。千钧一发之刻，苏桓真化身成白发剑者及时来到，击杀标不同，解除众人危机。经过一番救治，剑子总算脱离危险，逐渐康复。都已经死尽，要用数天就不死了。而羽人飞信亦在为忠烈王报仇之后，与穆少艾回忠烈王府祭拜。快速启动，狼头地蹲。弄，听我跟随。错失人策，就失去兵骨。妖精飞剑，用生死力和加速速，无人之灵还力之了头颅。另一方面，异都魔界展开行动，派出三道守关者，人祸天荒、别剑狂华、射神童子强势压境。傲笑红尘于混战中被异度魔界所擒。存有秀，寸根的敌人，魔桥王林不行，敌停路。异度魔界欲以傲笑红尘之性命与正道交换，使炎魔悍拔复活所需之魔心。你凭着自心干魔桥红林的性命，搞我魔心。情况高兴比较重要件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无愿意用魔心交换我小红莲？此番用到伊，幸亦无得伊的苦量。由于多年前之道魔大战中，魔君炎魔悍拔曾一掌击出圣域天座之佛心，然而来自天外的平山云人练峨眉亦一招倒流平宗，将魔君之心击出。魔天自其心一旦归还，将是武林的切风切物。真好真好，老水难行。而后异度魔界进攻圣域，抢夺魔心。真是苦，今日得分者下行龙咒，温火天空，反枪天猫，四神星月，董喜欢能够更妙，一速穿越加入边界，光荣一破和智慧心，心灰红银破，魔心静邪安然无凶。东方鼎力取得魔心，魔心因而落入行恶者之手。由于魔心此时落入行恶者手里，穆少艾决定与正为一流所培植的北辰元皇接触，找寻合作空间。我想以你当一个条件救两个人，是吧？原来一流培育北辰元皇，是欲让其成为一流教主南宫神翼复活之肉体。你打算怎样进行？不怪要素之是海洋镜，我想提供这项物件以生物价进行考验。阿九活泼可爱，却天生患有半心之疾，性命全仰赖壳阳精维系。将来灰熊灰熊想救我桥红的吗？那无关系啦，只要相爱的希望，外面会嘛是不关系。
然而阿九仍然信任穆少爱的决定，而穆少爱亦承诺绝不会放弃医治阿九的心疾。阿九，你的命我袂放弃，也莫放弃好。你使骗人？你真聪明，我哪敢骗你？啊，我竟然开始怀念你的高位。安迪葫芦。穆少爱并将阿九送至落日烟，交托好友朱恒染机照顾。随后，穆少爱将壳阳精交给醒恶者，两人言谈间带出药师曾化名颠覆一流之过往。尹平兄，你应该是在暗中傲雄的动作救护，不该是伪装在功名之下，有机票的红红。感谢你的赞美。人各有情，你的如愿，但你的好消息了。因得到壳阳精与北辰元皇之躯，一流教主成功复活，然而却因穆少爱早有设计，其意是反为北辰元皇所侵占。银平星火灵无秀门夺魁，以教皇之子重生的北辰元皇依约将魔心交给穆少爱。今天是为回去奉行北辰元皇。魔心替替我，取得魔心的穆少爱与异度魔界相约于公开庭交换佛心与傲笑红尘。满江昏明故自归，一人应为尊勇，莫待先帝有命，我相爱各自魔心，众人归还便有魔心。面对异度魔界强势威胁，穆少爱毫不畏惧。我敲红顶，这就是异度魔界公平交易。我有一条表情，我敲红顶，你是万户不可的我敲红顶，这炮毁地方。然而作为人质的傲笑红尘全身功力却已化为乌有，穆少爱满心怒火，以强悍一掌交还魔心。我觉得不相爱，我攻占你将我攻占你将我该心里藏的痛。穆少爱将取得这活心植入阿九体内，治好阿九的半心之疾。当初为了以半心病救，以无尽心行，以专业行救，为其在高回无力，感觉也红印也记忆，因此一旦解开，又分外宽裕，因为不管有再多的无奈，再多的理由，也何必引怒自亡。而后魔君复活，异度魔界大军来袭，与正道展开激烈决战。面对即将倾巢而出的异度魔界，穆少爱与谭无欲带领正道众人拟定应敌之计。各位就在辽武齐定拥进部队，准备压境。而穆少爱之好友天险刀藏竟向穆少爱要求使用其研制之神醉梦迷，以提升功力与射程童子一绝。心醉梦迷，不下瞬间也破坏电脑功，把体力受最快乐，印象最深刻的记忆。破开记忆，我就犹如失了性命。但我早给地行兽一夺我。在天险刀藏执意要求之下，穆少爱无奈应允。而后异度魔界大军来袭，与正道展开激烈之战。红军功名，我请到一军。
战斗结束，然而穆少爱之好友天险刀藏却以王鱼射生童子之手，要进行做空间的无尽体，那是心中的路程。原居北市的正道因平山炼峨眉的强势登场，成功逆转战况。平无比论中地路，面对好友遗体与连番打击，使得穆少爱再也无法强撑欢颜，悲痛落泪。天兄多重，这事有些危难，我向爱必说有恨不断，这事国风压力，我向爱必说不该乐观。如今一再也无法用枪还你。而后阎魔悍拔亲自逼杀而来，穆少爱与谭无欲两人联手却无法伤其分毫，两人各自负伤却都不愿独自逃离。我信任有目断袖，你说我一流我能换一流修理民族修外性，请我应注意，你说说我去吹不行官方一动都好吗？穆少爱更为阎魔悍拔砍中腰部，受到重创。危急之刻，白发剑者与人飞进接应而来，谭无欲趁势带穆少爱离开。阎魔悍拔刀招之伤极为沉重，然而穆少爱却无暇顾及，自身疗养。你醉了，哎呀，无风，一点么凶险，凶难不得过。平山落地，女道者炼峨眉正式射入武林，并挑战阎魔悍拔。既然平山魂人心缺氧，你都紧急派人一生你中魂修。但炼峨眉却因天生体质之故无法维持久战。以水灵无比是道家之内最接近仙道的体质，不敌是何情况？不错，这也是八年前以一计不弃平山，穷出不离天师观音。穆少爱得知此事，前往平山拜访，并以悬丝诊脉之法断出炼峨眉之病症。小宝，听得怎样？大概有比不懂。而此时因孤独缺的出现，与人飞镜再度被唤起过去弑母之沉痛回忆，陷入自我挣扎之中。穆少爱为令与人放松心情，遂邀请其一同前往参加鬼狼兵府之喜宴。我请求十六自己不亲，如果你想自己那就尽量自己，但记住留一点陪伴你的朋友，当你走出自己都晓得，各位公告我去吉武会了，行吧，来去村林境界行行，好吧。新牛新龙高，我杀了你这个水妖。然而精神恍惚的羽人却于喜宴上误杀新郎官鬼梁飞羽，酿成大祸。把我用酒召集啊，众人困队啊！你叫崔牛，永堂擒回。穆少爱紧追发狂的羽人而去，却惊见羽人眼中熟悉的残酷，明白羽人已变回萧静，跌坐在地。你的狼心，我也不在脑海。是无尽小兵，明白事情即将走入无可挽回之境地，穆少爱下定决心必保住羽人飞镜。无论如何，我向来一定要立破无尽飞镜九转，这是一手以天下人
不一定。哦。然而，由于令峨眉与阎摩汉拔之战在即，穆少艾仅能加紧速度进行炼药之事。英雄挺勇，出天鸿门，心定最飞，山河已尽。亲，一不转无人之路，我向爱观一兵欢天。妖魔天轰！而后，阎摩汉拔带领魔军袭击平山。天花天中，心魔再飞，得救兄弟，向我顺便一片路。野队的开始不救路，不是不义，不该离开的我。救我！救我！休息了。营人最想象。红三回兵，还亏了兵要出动。穆少艾手撑炉鼎，震碎兵墙现身，以吉凶之招杀退追杀而来的魔兵。好兄弟，将官前人之恨，阎魔已经算自己失了多少人，性命已根本不在乎，已夺魂。这天不过是镜，一旦雄才半醒，你在此过秀落会，我坚问平生。平山恶战持续，就在令峨眉等正道众人陷入苦战之际，穆少艾飞身来到，将药丹交给令峨眉。令峨眉，哎，魔君，你的对手来了。阿里之苗对本座有何皮毛之恨？对呀对呀，你的金钱对秋后化了。以药丹之助，令峨眉真气如何？强悍宏大一招，欲使阎魔汉拔退走。魔将破城洪勇，想尽高飞，既有穷目，欢呼激烈，宛有飞天别地之势。此时发狂的羽人飞镜正与杀石仇人狂龙一声笑展开决斗，然而羽人因心神不稳难以发挥功力，严重受创。小文要喊你留意多狠，对过红龙有银几招，一个更是拜拜拜。就在狂龙欲取羽人性命之时，穆少艾闯入战局，迅速救走羽人，然起身却也被狂龙刀气所伤。拜拜。这个气味，我进就进，放我！穆少艾背负着伤重昏迷的羽人，急急欲赶往水晶湖疗伤。然而鬼狼兵府众食客埋伏半途，皆欲取羽人之命。不可将乌云妖精都杀了！杀了！多鬼神兵迎接西剑，一雷应动红会，协助挽救平衡，换取一个吉凶。穆少艾奋力闯过重重包围，终于将羽人送至水晶湖。不是，不是。水晶湖边，穆少艾回忆过往和羽人相识之景，竟如昨日鲜明。终于吹定了，哎呀呀！喂，又超过蔡丁，你这位朋友我也高兴。喂，欢迎回来。心知欲为子报仇的鬼梁天下必不会轻易放下仇恨，穆少艾心中也已有所决定。确认羽人无碍后，穆少艾独闯鬼梁府，以未遇之伤躯通过百棍阵。今将为将苦主双膝一跪，不可的靠步一根行，定要使高兴家不得不为其动容。左丘。夫子，请你念在中日王佛经，立以无人飞行一条赎罪活路，
在下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穆少爱不惜下跪求情，终于使鬼梁天下承诺一掌泯恩仇。不报，不相安。伊对吴人孝敬的情谊，确实使人佩服。如何答应？为一个多命的机会，只要伊能出面接我一掌，我愿意将冤仇化凶。明日子时，落下固定，一掌了结仇恨。随后，穆少爱探访骆月烟，得知阿九已然康复，倍感欣慰。明日的红雾一醉不迷，我想保留明日的清秀。离开，表示找够想行的路。断得干干净净，至此我也别无牵挂。而后穆少爱请托朱痕为其易容，以与人之姿赴鬼梁天下最后之约。原来这张面真正巧见，是这种无因，可惜无机会甲本尊比较。吴人孝敬，伊的气魄值得钦佩，又任何心愿未了？一字一枪，伊全归心。亲眼看这段修完的了结。哦，落下孤灯，尽与人身影，鬼梁天下毫无保留的一掌击出，岂知掌气落处，重创飞出的羽人银丝流泻，竟是穆少爱所乔装。我凶恶哟！因相逢，求婚凶计，但我爱的不是你哟！追击我，丢！追击我！你清楚，你清楚。我一定会救你！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，我绝不能让你死！鬼梁天下不敢置信，急忙带着穆少爱赶往水晶湖救治。最后一关，老孙是急救，安全隐患。红颜之斗。欢迎是修魂无极的推送，如人的悲痛呼唤，却已再也唤不醒沉睡的药师。莫凶啊，你为什么沉默？你为什么沉默？你贪谋待机，你讲要为我的小妹做媒证，你跟阿九的风铃点点，你这样死你敢问我？为全穆少爱遗愿，残林之主与薄寒波依穆少爱之流书隐瞒其死讯。凡可以看门祈祷死讯，有需看门祈祷，望请这位尽力救转流书，以心中所交代看门祈事，愿你尽力。关心承载着药师遗体的小舟燃起熊熊烈火，最终淹没在白浪之中。从初入江湖的潇洒风流，到经历腥风血雨后的多愁沉静，穆少爱的转变令人不舍。为武林大局奔走，以及为亲情与友情的尽心尽力，是药师一生的写照。穆少爱最终的选择，纵使令人不舍，却已了无遗憾。那一抹令人如沐春风、笑意悠然的暖黄身影，却会永远留在戏迷们的心中。